最起码是一个路口，他把它铺上去太有意思了吧。这整个城市都好梦幻啊，有人在唱歌，感觉是小朋友，好厉害，很多表演啊。天哪，这边更好看，我的妈呀，晕掉了，惊呆了，站着风景，快往远看，那个落日打到那个树叶上，你看那边好好看啊，小火车，太美了。这整个城市看起来，哇，真的好像在，像迪士尼的那种梦幻感。而且现在是叫做金秋布拉格，然后气温开始变得挺低的了，好像跟北京差不多吧。但是这时候的那些树它都是黄色的，所以夕阳照下去才这么漂亮。天，太陶醉了。那感觉在这个桥上走来走去，看到那些在桥上走的人，感觉大家心情都很好的样子。好治愈的一个城市啊，是海鸥吗？是的，是的，是哈，太美了，词穷了。哦，都是海鸥啊，现在还到处都是海鸥，飞得好低啊。温度确实是有点低，可以用。晚上可以吃个热的，建筑都好好看啊。昨天听当地的朋友讲说，这边有过了千年的这种建筑古堡，整个城市有很多的历史沉淀的氛围感。冷是肯定有点冷的，而且我衣服也没有带得特别厚，但是我昨天听说这里的纬度相似于哈尔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。我们即将去一个听说是整个城市最小的红绿灯的人行道。我真惊呆了，比我想的还要小，比我想的还要窄。这果然是最小的，我以为最起码是一个路口啊什么的。For you, for you。好可爱。马上到了可以堆雪人的季节。哇，你看这边，天哪，巧克力饼干变成这样。这也太有食欲了，好可爱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小姜饼人，我觉得这个我得买上几袋。许愿池头小河。